第三次大战之后，克图斯灰陨就死去了。现在活着的，已经不是他了。 Alunadore, Andedoras Estio, Shaha Lorma. 在我的梦里，他们都还活着。安德，醒醒啊，克图斯，快起来！克图斯，对上萨姆罗。 我在哪里？又回到艾泽拉斯了。滚开，恶魔！这不关你的事。那些兽人包围了圣骑士。 人类，暴风城离这里很远呐。我会战到最后一刻，然后北方城堡的伙伴会为我报仇。希望他们有出全力。我求鲜血。 战斗，迎向荣耀。圣骑士，我会协助你。你是恶魔大军的敌人，对吗？恶魔大军，我只是在这附近巡逻。受死吧！ 这个就可以了。我是克图斯灰陨，伊利达瑞的逃亡者，费伍德森林的幸存者，也是恶魔猎人。我回到艾泽拉斯，打算不计代价来阻止安纳塞隆。圣光啊，安纳塞隆是谁？ 先抢钱，再把他们打扁。安纳塞隆，燃烧军团的纳斯雷兹姆京剧领主，阿克蒙德的使者，提克迪奥斯的兄弟，他毁灭了我所有珍视的东西。你是我的。 学校是我在管的。哎呀，要哭了吗？贫瘠之地有个术士，想召唤安纳塞隆回到这个世界，我必须去阻止那个术士。我也在找人，要是我们能活过这场战斗，我们应该一起行动，互相帮助。 你还蛮厉害的，你的行动也非常有效。我们被攻击了。Back, Thorinka!
都是破绽。他们会要命。我们被攻击了，来打啊！剑刃风暴。刀剑在，不怕没人砍。我是白银之手的凯瑞尔罗姆，驻守于北方城堡，请你收下我的感谢与锤子，带路吧。迅速穿过贫瘠之地，这片土地处处危机，有半人马、野猪人、鹰身人，还有兽人，全都认为自己是这片荒凉大地的主人。他们彼此厮杀，争夺领地，部落永远也抓不到我们。但我还有更厉害的追兵要对付，那些远道而来的流放者。克图斯，对上艾兰娜。鬼羽，尊师要你回黑暗神庙。在消灭安娜赛龙之前，我绝不回去。艾兰娜，我不想跟你打，也不想跟伊利丹作对。抱歉，他们要我来说服你，必要时我会诉诸武力。训练，你还打造了自己的战刃，你尽管逃吧。这位女士是你的朋友吗？她是恶魔猎人盟友，本领卓越的伊利达瑞，是我们之中的佼佼者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得为家人复仇。大家都失去了很多，但是我们现在是你家人了，别丢下我们。到我尝尝我的刀刃。
除非他死，否则我不会善罢甘休。那我也只能这么做了，真让人伤心。啊！你尽管逃吧！我只是稍微看一下。战斗！我必须撤退了。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吗？不了。那如果这是最后一面，先祝你一路好走。你还好吗？要谈谈你的朋友吗？我唯一的朋友就是消灭安娜赛龙的快感。你看，有个术士在前面的路上。圣骑士，拿好你的圣器。克图斯，对上！血牙，术士，给我站住！站住！不，我不可以。听见亚门呐！为了阿加玛干，我要更多血盐裂片，更多。战斗！你要找的术士吗？不，要召唤安娜赛龙，需要足以和那个巫妖科尔苏加德匹敌的力量。为了阿加玛干。不过，这个野猪人可以用来暖身，而且说不定还有什么有用的情报。闻到灵魂的味道。圣骑士，你在这里找什么？我在找我姐姐。我以为她在第三次大战死去了，但有人看到疑似她样貌的人出现在贫瘠之地。我一直在寻找我姐姐的踪迹，你遇到我的时候，我正要去鬼雾峰找她。有个和恶魔结盟的邪教占据了鬼雾峰，或许命运要我们前往相同的地方。正中目标。克图斯，我有话
要跟你说，我丢下了北方城堡的职责，白银之手一定会很生气，但我得找到我姐姐。凯瑞尔，我明白，我也跟你一样，以家人为优先。我们走了最快的路到鬼雾峰，避开村落与其他旅行者，在山脚下我们遇到古怪的冒险者三人组，他们惹到了一个心怀不轨的法师。快从侧翼突袭他，石盖博斯，你这个小个子无赖。塞瑞拉，掩护我，我要上了。克图斯，对上萨瑞鲁斯。朋友，我们来帮忙扭转战局。我会冻结战局。谢谢两位的协助，我是塞瑞拉，然后他们是塔维西和石盖博斯。你们也是来鬼雾峰寻找纳鲁碎片的吗？纳鲁在艾泽拉斯。帝京，你一定是军情七处的人，我是白银之手的成员。谁跟你说的？塔维西对不对？有你我们烂来人的。石盖博斯，你吸太多活的辣了。冰冷的呼唤。在天空中崩裂，圣光碎片如雨落下。我们听到传言说，燃刃氏族的教徒找到了一个碎片，要用来进行恶魔仪式。没办法击击，降中目标。冷若冰霜。才能真正看见东西。你是我的。我知道的还不够多。你是我的。上菜了，战斗。这是我的目标。完工了。冰冷的呼唤。
纳鲁的碎片能用来召唤金巨领主。牧师，帮我消灭这个邪教，夺回纳鲁的碎片。朋友，这是我的荣幸。好，我们会帮忙，但我要分一部分的财宝。王木就是我的盾。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，就像踏入了虫巢一样，虫群必将蜂拥而来。登上山顶时务必提高警觉，所有人好好跟紧我。你说的这些纳鲁碎片，看来术士就是要用这个力量召唤安纳赛龙回来，我一定要阻止这件事。我能感同身受，我们必须阻止那个术士拿到碎片，拯救我的孩子，并且让你的心找回平静。克图斯，有敌人来了。克图斯，对上拉索利安。你怎么在这里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是个恶魔猎人，我狩猎恶魔。那个想让安纳赛龙回到这世界的术士在哪里？我们会好好安顿他的，这你不用管。恶魔们上啊！燃人氏族和索尔的部落互相敌对，或许我们不用跟他们战斗。你要放过他们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开玩笑的啦。把他们大卸八块吧！气象预报：多云偶匕首。丢下那个恶魔猎人，我就饶你一命。抱歉了，老大，我还有任务在身。前进。很高兴你能跟我并肩作战。你的刀法也还不错啦，才能真正看见东西。
完美并用，好如雨下。已经击溃敌人了，现在快点攻上山顶。克图斯，等等，我们得重整力量，找一座山洞躲起来休息，等天一亮我们就挺身战斗。我们在山腰的一个洞穴中扎营并轮流守夜，然而半夜时一队访客忽然现身，毫无预警，而且不怀好意。卡扎克斯，我感应到这些旅行者正带着他。这样的话，你好，哈哈，我是卡扎克斯，我想跟你谈谈你那个纳鲁碎片的事。克图斯，对上。也许我能帮你前往山顶。有什么代价？有这个臭家伙的情报，卡扎克斯，他是个药水制造师，在加基森有个新兴犯罪集团。力量会凋零，无情才是生存之道。你的德莱尼有个圣光碎片，那只是个小东西，但我需要它。我不会交给你的。看起来魔能海虚空。
完美并用。好快敌在后边。邪恶无所遁形，绝不留情。定料有在。我愿意出钱买下这个宝物，开个价吧。我的女儿命悬一线，她需要纳鲁碎片，我绝对不会给你。我可以帮你铲除燃刃氏族。我们不需要你的协助。气象预报：多云偶比少。释放魔能。小心，他们会咬人。你听到那女人说的话了？快离开，否则你会后悔。好吧，卡扎克斯，放过这家伙吧，他只是想救他女儿一命。闭嘴！刺穿你！起来啦！他们团结起来的时候，还真不好对付。好吧，瓦能，掩护我撤退。扎克斯，等等！哦，可恶！怎么会都背不饱？哦，上面写说会爆炸。拜托，我不想跟你们起冲突。你应该在和那个怪物结伙前就先想到这一点。谁都别想阻止我！魔化火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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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杀！没有眼睛才。
才能真正看见东西。干掉你，不过事情就是这样了。会歌唱，你看起来太好了。一响一炮，拨云偶一手。我有个想法。星球和星地有无穷的潜力。我只是想调查一下这个碎片的力量。我的战舰会歌唱。一响一炮，多云偶敌手。敌人战败了，现在我们得决定如何处置这家伙。塞瑞拉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而且碎片很安全。我们应该把这法师带回暴风城接受审判和制裁。战斗结束后，塞瑞拉和他的伙伴拖着新多雷法师回暴风城，我跟凯瑞尔握紧武器，做好万全准备，向山顶前进。我有不好的预感，我的姐姐好像就在附近，但是又有点不对劲。失败是唯一需要害怕的事情，我只怕没能阻止那个想召唤安纳塞龙的术士。吐司，对上涅鲁。想召唤安纳塞龙回来的术士在哪里？怎么了？他就在我后面，安全地待在我们的据点。让你抓走他，你得先过我这一关。既然你这么坚持的话，行动迅速，选择只是个假象。这些邪教徒是圣光的敌人。哎，你那个假清高的伙伴，亲爱的，你长得就跟他一样。他？你说谁？想太多了，你想太多了。我听见恶魔的笑声。找朋友的，恶魔之种的力量逐渐增长。我走过不同世界，锻造这把武器，爬上这座山，什么都无法阻止我，尤其是你，兽人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不准越线！你休想拿到恶魔之种！所断行，绝不留情，绝不留情。
笨蛋，跟我走！你得迅速。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才让他闭嘴，我都开始觉得无聊了。姐姐，没错，凯瑞尔，父亲最疼爱的女儿死而复生了。我必须完成任务，谁要是想挡路，我绝不会手下留情。我姐姐不是你要找的术士，拜托克图斯，你是我的伙伴，但逼不得已的话，我会打倒你。克图斯，对上塔姆辛罗姆。你们要为了我打架吗？哦，真是太荣幸了。闭嘴，可恶的被遗忘者，我很快就会解决你。怎么变成这样？天谴军团出现了。
我原本为巫妖王效命，直到希瓦纳斯女士解放我们。不要妨碍我，我不能让你伤害她，她是我姐姐。是她就是我一直要找的术士，我非常肯定。摇滚曲好嗨啊！塔姆星，你老实说，你和燃刃氏族联手了？当然没有，我才看不上他们。我是因为自己的目的才想偷他们的纳鲁碎片。感谢老天，克图斯以为你打算召唤京剧领主安纳塞隆。哦，没错啊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他们的碎片？你是我的，塔姆星女士最喜欢我了。我会输吗？不可能。看到了吧，他承认了。先让我搞清楚，我以为他死了。我是死了，没错。跳的武器真厉害，完美的时机。现在你孤立无援了。我只要弹个手指就能随时杀掉你。我只是想看看谁会赢得这场战斗。圣骑士，我不想和你战斗，但你别想阻止我。这场战斗攸关生死，很蠢。然后你选择的武器居然是野猪。我是痛苦的化身。你毫无荣誉可言，她可是你的妹妹。潮水会淹没你，刺穿你。狂妄的恶魔猎人，抱歉了，老头，我还有地方要去，还有恶魔要召唤。不，术士，给我回来，这笔账还没算完。不，
太悲惨了，你大老远跑来复仇，结果还是得死，真是抱歉，我觉得太棒了。